又是演员导师分组赛最后一站，即将在下期节目中打响。王小晨即将和同组竞演选手冯晴演绎经典剧目《渴望》。从目前公布的剧照来看，饰演王亚茹的王小晨从造型到人物塑造都有很大的突破，在剧目中饰演苦寻孩子十余年的母亲。不少网友也纷纷表达了节目的期待，王小晨在演员舞台上每一次都在突破，很优秀，继续用演技征服所有人吧，等你的经验登场。还有细心的粉丝在预告片中看见了韩雪对战王孝晨的青衣扮相，三位导师的最终战队即将下期节目中正式集结完毕，并同时开启导师战队 PK 赛，15进9竞争激烈，究竟王孝晨是否能成功晋级，11月17日20:15继续期待吧。